做会使，或者是做会先办，每一个人拢有伊个。所以咱看会着人咧无闲，看着人咧艰苦，看着人咧拍命辛苦，是咱拢会当斗三工个吼，安排嘛。足自然个是要甲斗三工，啊，这个是咱个本心啊，咱个下处真心啊。啊，所以老师就讲吼，伊咧捡这一个是咧捡这佛祖啊吼，嘛爱逐个斗三工。所以讲，嗨，遮尔济人吼，体会老师的意思，愿意投入修行就是这样。所以咱着看即摆，当时咱会当传到九大国九州，就是因为呢，足济人吼已经了解着天性，已经了解着道的意义，了解着咱人生的意义，所以咧，愿意投入修行的这条路，愿意替老师来分担，替师分担。啊！人世间像咱个想看卖啊吼，咱库存伊嘛库存，啊，大家拢安尼咧库存，世间，咱个带动，绝对带动个，哦，所以讲，这个是咱个做个工课啦吼。所以讲，爱相信啊吼，相信到最重要，最重要个吼。所以相信个力量是非常个大。那安尼，咱到底爱相信啥？哦、我相信我会赚大钱，所以咧，我就足拼命咧赚嘞，足拼命赚，到一定就会赚大钱，无一定哦，无一定哦。是呢，有人拼一世人，有人是足傻，因为福报是天注定，福报是咱交咱的运势有关系啦吼，所以迄毋是拼就有啦。所以讲到底要相信啥？哎，相信的这物件足重要啊吼，啊，毋茫去相信迄个。哎呀，出流动钱，哎嘛唔对嘞，所以嘞，不是相信那个流行非常的多，但是嘞，更加重要的是相信啥，这个较重要，所以讲爱相信啥，爱相信道经、对经、念经。在咱一贯道，咱常常听到讲咱道经、对经、念经，敢有听过？有吼，咱拢听过，啊，咱敢有相信？有吼。对，咱对道心、利心、平心爱有相信。咱若对这三股无相信，那咱是免行这条路啊。咱这条路行的路是，就是因为咱相信道心、相信利心、相信平心。什么是道？什么是道？哎呦，告诉我，今天足困难的呢，道我实在是讲不出来。因为老子讲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你道你若讲袂出来，你就毋是道啊！啊，所以吼，咱另外嘛去行人讲，啊，啥物是道？因为道是就是无形无相，歹讲啊。啊，若是到有道，有呢。所有一切拢是道的运作，道生体生地生万物，日月星宿一切拢是道的演化。若无道，四时吼，第一呢，正经规律啦吼。咱拢知影，只是日头出来，暗是月亮出来，上台指导的，上分派的。到人家讲你安怎做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这一切拢是道的安排，若无道啦，吼，天地黑暗嘛，若无道啦，我这万物无法度成长。所以一切拢是道，所以讲道看袂着，但是哪有道？所以道真，啊，你嘛是真的啊，若讲有你，会当走遍天堂。你交人吼，你若讲你，只要有下你的，你拢会烦恼。那你就是安怎？你嘛是按德行发出的，你无念佛就德，所以讲德力，德力，德显化出来，在世上咱看到的是你嘛。所以在天有天理，地有地理啊，啊在咱人有心理啊，在事有事理，在物有物理啊，万事万物都是拢爱下一个你。因为伊有道，所以伊行传看见就是理，啊，所以讲照这个理来做，就没有问题。所以讲咱来课堂内底咧上上课咧上啥，听真理。刚师咧跟我讲，讲这道理，讲这真理，一切拢无离开理，叫咱人一切爱照天理。哦，所以讲理是真的啊，所以道经、理经，天天蛮真。天命若无心，咱就无法度解脱生死啊！啊，
啊，天命安怎来？上天赋予咱。啊，天命啊吼，其实天命有足侪款。啊，你前日念完书，看有天命？有。这天命上天赋予伊。啊，搁一个，咱哪有天命？咱嘛有天命嘞。每一个人都有天命，因为呢，在中庸内底甲人讲，天命只为神。咱每一个人都有自信本钱，所以咱每一个人都有天命。啊，这哪有钱？绝对是钱。所以德金、利金、天命金，这是绝对的肯定。如果讲咱对德金、利金、天命金，咱若怀疑，咱若存着怀疑的心来呢，无采咱在乎咱的心烦恼。各位在咱想看卖啊吼，咱来到咱德金内底啦吼，会可能是三单、五单。啊，有十单、二十单，甚至有诶搁较久，四五十单诶嘛有呢。但是咱甲回数，回数看卖啊，在收完了，遮尔几十单来啦吼，咱敢有好好啊先数过？咱对德金、利金、天命金，咱了解偌济？咱敢有肯定？咱对德金敢有肯定？咱对这个利金利敢有了解？到了对真理到研究到了解，研究了到彻底。咱若无到彻底啊吼，无去心思无去想个吼，就无猜吼，咱只只宝贵个生命来得就无猜。因为咱要求一个道吼，就无简单。咱会当求道是非常无容易个，因为咱会当个知。吼，咱若求道，咱会知吼。当初讲啥物，当初甲咱讲好，咱今仔来求着道了，第一件代志甲咱讲啥？第一件代志就是爱甲咱恭喜，因为要求道无简单，真正就无简单。人讲爱苦啥，苦恕难吼，恕难爱免恕伊，还佫有三好。有遮尔侪条件拢符足，咱才有法度来求道。啊，把这宝贵、身体宝贵来个团吼，但如果讲咱若佫怀疑，如果讲咱若佫用心来修，真正是怕死，怕死难。所以讲，遮尔宝贵的大道，神父甲咱讲，只要咱好好来修，好好来行，人间百回未老，会当互咱顶往西方极乐世界，毋免对着地府受了苦痛来采看，以及素心有德轮回转轮的艰苦。只要咱好好来行，莫反悔，莫反德，悔德拜德，哦，莫做违背中心的代志。甲咱保证会当伫往西方极乐世界，遮尔宝贵，神父所讲的，遮尔肯定，咱无怕命，咱袂使怕死哦。互咱伫宝山空手回，就是怕死哦。所以讲爱较怕命的啊。所以了解德经、利经、天命经的，咱就爱安怎？爱凭利是修。爱研究道理，所以讲咱求得了，刷落来这是啥物代志？就是爱学得，爱学得，爱办得，爱行得，那个叫学修讲办行。求了来就是爱恶啦，爱恶啦吼，咱先得，后壁爱调修，爱修啦，爱把咱脾气磨袂气度，爱学习心灵的坚定，因为只有平定。只有平地，咱才会行唔对路。最重要诶，咱爱平地，咱才会行唔对路。哦，所以我相信，爱相信在真理迄个所在啦吼。所以地一定爱平，啊修一定爱实。哦，啊所以爱平地是修啦吼。啊来吼，咱中场。休息了，咱听一条歌。也是条修道的歌。咱听歌的同学吼，希望各位一个听人好好来体会，吼，体会咱老师在甲咱讲的意思。人是因为不寻常。最容易流目屎，就是无思考。你可是人，哪会遐尼苦？如果
满足，真艰苦的世代志，都是我起来。何况生命，这是福气的大事，所以无当听啊，也无听。